好，那我马上开始下一首歌。下一首歌呢，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张面子主唱，大家都非常喜欢的《7:20的反省》。深深反省，有很多事情应该说对不起。数学老师，对不起。上课忘记把叉子符号圈起来，听到汽车多久会追到火车，笑了出来。棒球国手，对不起。忘了投手捕手打击手的三角关系，忘了加油输掉比赛，真是对不起。佳怡，对不起。问我现在青少年都在想些什么，我脸上表情，你说表哥变瘦了，我那无法掩饰的喜悦。同学会，对不起。我也没有很在意，只是想把男朋友跟男朋友配对而已。妈妈对不起，后面邀请朋友来家里，可是我真正的朋友都在电脑里。黑暗都电视机来的礼物，只是普通版的美而已。请不要担心，我加入奇怪的宗教团体。爸爸对不起，听说要带全家去过去，根本不想去，因为爸爸有自己的问题。妈妈是去日本，就马上带把头发藏到桌底，努力赚钱，所有的18斤，努力有竞争力，还不看重打击。这些事你们不会了解，最后还是会有些人对不起。7:20的反省，就这样结束吧，却收到你们的简讯。没有看你电脑，只是放炮弹而已。任性的我流下泪滴，就算从没跟你们道歉，就算你们听得懂我的语言。恋爱白痴。是去年
版本是为了一些原因而比较调慢一点，那没有人听过这样子的速度，是的，然后演员们都吓坏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可以把它应付得很好，没有问题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元东四高中谣言社的比赛曲，让我们欢迎元东四高中谣言社二人组合。